真的假的呀？那人家同意了？同意了。我跟周伯伯说了，我哪儿都不去。我是说，曼丽同意了。曼丽同意，那我在哪儿？他在哪儿啊？留下来搞建设。太棒了！太棒了！太棒了！你就是月亮，你一点都没骗我，你就是个月亮。没吹牛吧？能不能不哭了？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怎么了？啊，怎么了，儿子？哎，你回来就好。怎么抱孩子呢？来来来来，不哭不哭啊！摔着了怎么办呀？哦，你以为是炸药包啊？这小子就是个炸药包，他睡得好好的，突然就炸了，也不知道咋了。你呀，带兵打仗行，看孩子就算了吧。他尿了。你这当爹的都哄了半天了没发现啊？哦，不哭不哭啊，这不是第一次当爹吗？我还是第一次当妈呢。哎，你可不一样，你生来就是个模范母亲。你少来这套。哎，我去趟团部，上面好像下任务了。嗯，哎，尿你身上了没发现啊？好，我儿子童子尿金贵着呢，走了啊。走喽。哦，好了，乖乖乖。是，请首长放心，我们保证想尽一切办法完成这次任务。是。啥事啊，大政委又急成这样？老李啊，你来的正好啊，咱们是遇到了大难题了。来来来，咋了？老李啊，现在急需种子，可这春耕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没有种子不能春耕啊。误了时令，这影响一年的收成啊。那早干嘛去了？这原来库里是有种子来的，但受了潮了不能用了。现在，那咋办呢？现在只能从阿克苏调种子了。上级首长的命令已经下来了，这次调种子的任务就交给咱们英雄团了。是吧？金蛰节很快就要过去了，这节令不等人呢。再说了，从阿克苏调过来，多老远呢？来得及吗？哎呀，谁说不是啊？时间紧，任务急啊，刻不容缓。你说我能不愁吗？看来用正常托运是来不及了，实在不行，只能重走塔克拉玛干了。塔克拉玛干。太冒险了，可是为了抢时令，也只能是这样了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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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德胜，不能认输。大少来了，来来，给你说点事儿。来，同志们，拿进去吧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来给我换。哎，接下来谁啊？还有谁？德少，今天有一个任务呢，要交给你们罗马班。请团长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先别高兴得那么早，我跟你说，这次任务不比寻常，要从阿克苏呢运种子回来。而且要穿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，你们心里一定要有一个准备。团长，您放心吧，不管什么任务，只要交给我们罗马班，就一定能完成。德寿啊，这次任务关系到春耕的节令，所以这批种子要的比较急。你回班里马上布置一下，准备出发。是。哦，对了，这次你就别去了。啊？为啥呀？啥为啥呀？枣花生孩子能离得开你吗？团长。我要是不去的话，那进了沙漠，那帮牲口离了我哪行啊？那枣花离开你就行啊。这时候你走的话，他会怪你的。团长您放心吧，枣花不会怪我的。他生孩子，我又不会接生，我在那儿待着也没用啊。再说，进了沙漠，交给那帮小子，我也不放心啊。这任务这么急，我一定得去。
德寿说的也有道理，群龙不能无首。再说罗马方面，他有经验，就让他去吧。行，你就去吧。您放心吧，刘德寿保证完成任务。屋里的。哎。哎呦。你又做什么好吃的呢？面呢？可惜了了，今天是吃不上了，我得出去一趟。你得给我收拾几件衣服去，执行任务。现在就去啊？是。哎呀，去阿克苏又得去好几天啊。啊，行，那我现在去给你收拾啊。哎。哎，我跟咱郭班长啊打好招呼了，我不在这几天啊，英子过来照顾你，你就放心啊。我没事儿，还有好多天呢，房前房后姐妹们多了。你不用担心我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呀，这次团长啊本来都不让我去，说让我在家好好照顾你。我一寻思，咱不去谁去呢？再说我不去，那些骡子马交给他们，我也不放心。我知道，那些骡马就跟你的孩子一样，哪个出门你都不放心。你把这个驼毛背心带上，天气凉护个心。哎呀，这算了吧。我跟你说呀，我去那地儿啊都是戈壁滩沙漠好几天，你这不可惜了了吗？我回来穿吧。啊，那不行，沙漠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执行任务要紧，更要照顾好自己。再说了，你穿上它也能想着家里有枣花等着你啊。行，那我就带着啊。枣花啊，现在可不是你一个人在家等我呀，还有咱们的星星。哎，我不在的这几天你得给我照看好啊。你放心。哎，咱们的孩子叫星星，团长的孩子叫亮亮，星星月亮。哎，你是不是想跟团长家结娃娃亲啊？啊，这我倒没想过，但是我想好了，不管咱们这是男孩还是女孩，咱们呀就叫星星。哼，依了你了。行了，哎，我得赶紧走了，那边还有好多东西没收拾呢，啊。嗯。好好照顾自己。你放心吧。啥事儿啊，德寿？真好，真好。哎呦，这小家伙！电台检查好了吗？检查好了。一进了沙漠，这就是咱的命啊！啊，咱们这次一共是五个人，五峰骆驼。路线呢，还是咱们团之前横穿塔克拉玛干那个路线。虽然已经算是熟道了吧，但是咱们大家伙心里头都清楚，这塔克拉玛干是个流动型的沙漠，地形、地貌天天都在变，所以咱们千万千万可不能马虎了。而且这批种子要的很急，时间要是晚了就误了时令了，所以十天之内，咱们务必要完成任务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出发。
枣花，枣花，连长来了。哎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哎，快坐快坐，别叫我连长，叫嫂子就行了。哎，好。就你一个人啊？德寿呢？嗯，今天早上说上面有任务，说着急运一批种子回来。嗯，具体也没跟我说清楚，就匆匆忙忙的走了。我算了算，这两天你是不是快生了？算日子也差不多了吧，不过也没什么事儿。哎呀，这个老厉呀，你说你都快生了，怎么还给老刘派任务呢？哎呦，对不起啊，我代他向你道歉。嫂子说的哪里的话？德寿哥是部队的一员，是军人，是战士，哪有军人不执行任务的呢？再说他是班长，理应他去。嗨，那也得考虑实际情况呀。你说你一个女人挺着大肚子，这多不方便呀。回去，我还是得好好说说他。嫂子，我好着呢。哎，你看，我站啊走啊，是不是还像个小姑娘一样？你可慢着点儿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踢了我一下。哎呦，我看啊，还是让李英过来住吧，别到时候真的要生了，咱们来个措手不及，是不是？行，快坐下吧。哎，慢点啊。来，没事儿。班长啊，咱们要不骑会儿骆驼吧？这骆驼的负担已经够重的了，再上去个人，非得给累趴下不可。就骑一小会儿，还真能把骆驼给累坏了。那就把东西卸下来，咱扛一小会儿，你看能给咱累着不？我跟你们说呀，现在这骆驼的任务比咱们都重，累趴下一峰，那就是三大包种子的损失，你们懂不懂啊？是。英子，快别忙活了，我这还没生呢。嫂子，上级给我布置的任务就是照顾好你，你歇着就行了。哎呀，嫂子，先坐下，先坐下，来。啊。要不赶紧去卫生队吧。我这日子还没到呢。那也可能是提前了呢，咱还是去吧。没事儿，这会儿又好点了。嫂子，你别吓我好不好？我这心都快提到嗓子眼儿了。做女人呢，就得受这个罪。那我想受这罪，还受不上的，急都快急死了。哎呀，你急啥呀？你没听说吗？稍后才接大瓜呢。而且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不能天天有。谁天天有了？我这几天就不回去了，让他个孤背锅自己在家着急去吧。哎呦！哎嫂子，这咋了？又开始闹腾了。这枣花怎么样了？哎呦，文清姐，你快给看看，嫂子。我是不是快生了？呀，走，送卫生队吧。哎，啊，慢着点啊，慢点。
哎，把发报机拿来。啊，刘班长，发报。驼运队现在位置英西谷，离驻地不足100公里。哦，回家了，太好了，好了。哎，先别急着高兴，老话讲行百里半九十啊，咱们现在还有100公里呢，一点都不能大意了啊。起码胜利在望吧。回去之后我得喝一桶水。喝一桶水算什么？ 我能把整条河给喝干了，吹吧你就。看那边，沙尘暴。沙尘暴。对，甚至有可能是黑风暴。怎么办，班长？重新发报。是，驼运队在英西谷遭遇沙尘暴。 喂，蒋，什么？你大点声儿！蒋，你立刻召集人，我马上过来啊！
怎么样啊？生了，生了，是个女孩。枣花呢？母女平安。云芳，这地方离阴气谷还需要多长时间？一刻不停地走，还得要半天吧。团长，喝水吧。水就不喝了，得抓紧时间，得赶到那把他们救出来。是，大家加把劲，抓紧时间。能，能。云芳，你能确定就这个地方吗？最后一封电报就是从这儿发出来的，可看不见人呢。这样吧，大家分头找。好，是是。德寿，德寿，刘班长，刘德寿，德寿，刘班长，刘德寿。刘班长，刘班长，德寿，喂，赶快回来，在这边，快过来看看。水，团长，那还有一个，看看，看看德少没有？怎么样？活着，还活着？发过来，水。怎么能走呢？你知不知道，枣花给你生了个女儿？德叔，是哥哥对不起你呀。
星星，我的小星星，你终于来到这个世上啦。再过一会儿，过一小会儿，你就能见到你的爸爸啦。你爸爸见到你呀，肯定乐得嘴都合不上了。你是不是要问我他去哪儿了呀？他就像个根本停不下来的小牛犊子，去执行任务啦。全团没有他的种子，都开不了工呢。小星星，罗马搬回来了，刘德寿呢？德寿牺牲了。牺牲了？怎么回事？大风暴把他和部队冲散了。德寿扛着种子去寻找部队的时候，掉进了流沙里。就这么一脚踏上去，他不见了。你说我干嘛要把他派过去？他连自己的刚出生的孩子都没来得及看一眼就走了。你说我干嘛要把他派过去？所有的人都回不来了，沙尘暴来，无踪去无影，流沙更是防不胜防。谁会想到出现这样的灾难？走火呢？在医院里，剩了一小丫头。还是先别把这事情告诉他，我怕他知道以后，他会受不了。可这事儿瞒也瞒不住，咱们得想个办法。老丁啊，咱们去医院看看孩子，去看看曹华去。快快快快，抬进去，快点点，拿点水来，快抬进去。外面怎么这么吵啊？没啥事儿，曹华姐，你好好休息吧。哎，别动别动。哎，外面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？没事儿，嫂子，你现在身体还是很虚弱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休养啊。哎呀，外面风沙那么大，德寿哥不会有事儿吧？哎呀，嫂子，你可别胡思乱想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你可得好好养身体啊！这算日子也该回来了呀。不对，德寿肯定是出事儿了。英子，你告诉我，德寿是不是出事儿了？
已经牺牲了。嫂子，嫂子。我要去见见德寿哥。团长、政委，你们是不是要去枣花那儿？哦。他跟德寿在一起呢。枣花同志知道德寿同志牺牲了？我们也想瞒，可是怎么也瞒不住啊。德寿哥，你说你这次执行任务怎么弄得这么脏啊？都是土，我来给你擦擦啊。哎，咱们的星星出生了，是个女儿，长得可像你了。哎，你说你咋这么会起名字呢？小星星。哎，哪天咱们去拍个全家福好不好啊？嫂子好，谁家的家属？德寿哥，你不认识我吧？我是枣花呀。枣花啊！心跳那么期待，泪水恍惚了视线。团长，英雄团，我刘德寿这辈子对不住你。我等你，等不来你我就去找你，我就是不让你做这个逃兵。好，枣花，我听你的，我不当逃兵。委屈你了，等我。再见，枣花，枣花。回忆在梦中醒来，心的呼唤，有你会明白。一路风雨无碍，终于再见到你，信念坚定。啥事啊，德寿哥？有你同行，真好。感动在心海，真好。如此深厚。
枣花。老李，别这样。我真的害怕一个人待着，怎么一待呀，我这心口就疼。我真是悔呀！你说德寿为什么那么可怜呢？连自己刚出生的孩子都没看上一眼就走了。你的心情我能理解。可这沙漠上的事儿，谁说得清楚啊？别自责，既然这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多想想留下的人，德寿走了，枣花身体那么弱，这孩子这么小，这今后该怎么办？为了减轻枣花的负担，咱们能不能把欣欣这孩子收养过来，当成自己亲闺女养？好啊，我来照顾枣花他娘俩，欣欣和亮亮呢，也好有个伴儿。其实啊，咱俩都想到一块儿去了。谢谢。别自责了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妈妈再想办法喂喂你啊！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星星啊！好了好了，怎么了，星星？文清姐，我这当妈的不争气啊！不哭了，来来来，给我吧！哎呦哎呦，我不哭了啊！哦，乖乖啊！哦，不哭了啊！这当妈的真不争气。你别这么说，你说你生了他之后哪一天消停过呀？别着急，奶水啊，跟心情有关，越着急越少。嗯，我看着这孩子呀，我就觉得好好活，还是有奔头的。当然有奔头了，当了妈了就什么都不怕了。别哭了，哎，我让锅杯锅给你开了个小灶，猪蹄汤趁热喝了，管用。文倩姐，谢谢你。啊，都这么晚了，亮亮在家，团长他能行吗？行不行的也得让他管呐，带兵打仗行，看孩子就不行了。早就想他看看孩子了，以为当爸爸那么容易呢。有爸爸的孩子真好。枣花，星星也有爸爸，他有个英雄爸爸，还有团长爸爸呢。全团的兄弟们都是星星的爸爸。星星能有这么多爸爸真好，我这当妈的一定好好喝汤，给他攒足口粮。哎，这就对了，以后只要你需要，白天就把星星送到我那儿去，我一个养也是赶，两个养也是放，正好星星跟亮亮也好有个伴儿，你呢就好好养身体，就算没奶也别着急，我这儿有，可着星星喝。文清姐，我何德何能啊？我该怎么报答你啊？瞧你说的，你是多了个儿子，我呢多了个女儿，这是大喜事儿。知道你饿了，啊，你在找妈妈对吗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妈妈去照顾星星妹妹去了。
水恍惚。